郑中基的太太余思敏出席活动嗰阵，见佢瘦咗好多，原来是因为佢哋个女女啱啱入读幼儿班，日日都要凑个女翻学，唔怪得知搞到咁瘦啦。佢仲话女女翻学嗰阵喊得好犀利啊！第一日翻学喊到猪头饼咁，真系好肉赤啊！其实见到佢哋喺度咧，好似朝朝早，因为八点又开，八点几就要上堂嘛。看到他们整班小朋友好像约埋一个时间，好了，大家明天又一起回学校喊啦。至于同场另一边的朱慧珊提及起亚视，他就说支持公司应该开拍多些的剧集，那些艺人的曝光率都高一点嘛。我都不是拍剧人，其实有很多很多年前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其实如果你叫我真的去担当一个角色，如果说是很重要或者很长的角色，其实我自己都担心我未必 是可以做得很好。讲起拍剧咧，朱慧珊的好朋友叶玉卿最近就拍翻电影，不过朱慧珊就话佢应该唔会翻去亚视拍剧噶啦。早前就有报道指话叶玉卿嘅感情出现危机，唔知而家仲有冇嘢啦？应该冇乜嘢，我觉得佢几开心啊，同埋卿卿个人系好卿卿嘅性格，即系我唔系好担心卿卿嘅，其实佢系一个好知道为自己去安排，同埋都系一个好能干的人来的。